微信老全身录像现在开始。现在场上表演的是陈正文，他今年80岁，他表演的是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老架二路，他今年75岁。
牵手了，那更好。陈戏才表演，陈氏太极拳老架一怒，他今年76岁。
老驾一路，他今年68岁。
Thank you.
他今年66岁。立下这些他的小朋友进来了，这是三个Thank you.
少年才呢，就是这哪儿藏着这个我们这个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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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暂时有人接入。陈真爱表演。老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，陈氏太极拳有老架、小架、新架、大架之分。老架包括老架一路、老架二路，新架包括新架一路、新架二路，小架包括小架一路、小架二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太极单刀、太极双刀、太极单剑、太极双剑、春秋大刀等。现在陈春爱表演的是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老架一路为功夫拳，以柔为主，柔中有刚，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百合皆随，不是发气之言，以腰为主宰，处处运用螺旋劲，一行引气，一气催行。练习时应上下相随，连绵贯穿，呼吸自然，虚实分明，唇角松肩，含胸塌腰，虚发相变，快慢相间。